度春秋，风霜雪雨播。谭县公安工作亮点评选活动第一名，马兴派出所高全。那儿子高小涛特发奖状，以资鼓励。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咱们马兴镇呢，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我是在这里长大的，啊，在外呢，创业十几年，一直就想回报家乡，建设家乡。今天，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谢谢大家。好，感谢。别玩了。有这功夫啊，还不如帮小汤复习一下功课呢，净懂这些没用的。哎哎，媳妇儿，你这么说可不对了啊！我告诉你，媳妇儿，在你老公的努力下，去年马兴辖区发案率为零，还零。有这功夫，怎么不借你立个功、受个奖，早点调回市里？着啥急啊？迟早立功受奖，等机会呢。嗯，等机会，永远这句话。洗手吃饭。哎，绿哥。啊？另一个，耶！哎呀！别闹！他又打你了？没有。都这样了还说没有？英子，你到底要忍多久啊？总之现在就两条路，要么你来我这儿，要么我跟你一起走。你的办法行不通的。哎呀，你都没试过，你怎么知道行不通啊？我怕。英子，不怕啊！李杠头他欺负你，虐待你，他就总得付出点什么。你先找个安静的地方躲一躲，等我废了李杠头的腿，把一切安顿好了，再来找你。回来了。哦，把遥控器给我。哦，你想冻死我呀？好了，就是这人吧，哥，错不了。哥，我觉得咱俩这次接这活是不是有点草率了？等会儿，想要十万块钱。十万？哎呦我！要不然，咱还是智取吧，换个方案。太好了。
哥，来不及，你吓我一跳。你看看，够吗？再加点这个。啊？加点这个。这个，我刚才加三勺了。再来一勺。别别，这让你加你去加。我再来点。谭老板，正弄了呢，马上好。不是有把握吗？就这么跟你说吧，弄这玩意儿我是手拿把攥，原来我在鞭炮厂干过保安，专业。我不管了啊，反正这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说把他弄死，也让他下不来床。你就说多长时间下不来床吧。一天，一会儿，一辈子。没问题，只要钱到位。你看，这药都弄好了，就差往里装。嗯，到时候就这两根线，这么咔嚓。把这炮管给我扔了，明天赶紧给我换方案。草率了。记好了，秦川牛12530。哎，五天以后啊，到所里去领牌啊。好，你走了。哎，好，谢谢高警官啊，还麻烦你跑一趟。你这话说的客气，我能让你牵着牛到所里去办档案啊？师傅，电话。好，给我接电话去吧。好。谁呀？这是。所长，我叫你所长。昨晚上聚山路又丢井盖了，你知道不？知道，马上去处理。你在外边干什么呢？啊？我刚在老乡家给牛做完登记。赶快到聚山路来一趟，有大案，限你20分钟过来。聚山路，快！什么情况？老左，尸体啊，从这废井里发现的。据报人说，这边属于他的种植地，但现在种植期还没到，所以已经有3个月没施油了。最近又连着降雪，他担心啊，这井里又土塌了，所以就过来清淤。没想到发现了尸体。你看，尸体漂在水面上，距离井口有2米的位置。先别动，县里边刑警队马队长他们马上就到，来了再说。你怎么不叫你了？警察大哥，你看一下，大早上必备，全国包邮。来来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不要不要，哎，看一下，来。师傅，我怎么办？等着，哎。
嘛？让人看见？怎么看一眼？满意了？您看。哎哎哎！哎呀，英子！高警官，什么东西撞掉了？我的戒指。戒指？哪儿呢？在那儿。哎呦，火！这么大宝石，你看看没摔坏吧？假的假的，你就十几块钱，没事儿。吓我一跳，我还怕赔不起呢。唐老板，高警官，那个我去市里买东西，刚好他也去，就把我捎过去了。哎，顺路顺路，接电话啊。哎，范所，你马上到我面前来。是是是是，走走了。哎哎哎。干什么玩意儿？磨磨唧唧的啊！怎么才来呢？范所，路上堵车。越需要你的时候越见不着人。怎么样？去看看吧，你那老同学在哪？师哥，哎，别客气，怎么样了？范所长，哎，怎么着？哎，死者的身份还不能确定，我们现在先把尸体送到殡仪馆进行保存。这事儿你办。是。所长，下班了。啊。那个机警案破案人员是怎么配置的？嘿，听你这话，你是要给排兵布阵呢？哎，没有。哼，我琢磨。能不能把我调到重案组去？谁呀？我呀？啊！你太高抬我了，我有那么大本事吗？你那个心情我理解，想立个功，然后回到市里边，老婆孩子热炕头，理解。这么大的案子，人家市里边肯定亲自抓的。所长，你看，就俗话说得好啊，群众看公安，关键看破案。嗯，那我这警服穿了这么多年了。一件命案都没破过，我这心里边他理解理解。这么着，有机会我跟你说说啊。好，你等着。好嘞，慢点啊，所长。哎，爸爸，媳妇儿，哎，怎么是你一个臭小子啊？等你呢，你好久都没打电话了。嘿嘿，等我？你咋知道我今天晚上打电话呀？嗯，因为我有预感呢。哦，不错啊，警察的儿子，预感很准确。爸，嗯，那你知道我下一句想说什么吗？让老爸也预感一下啊，是不是我的宝贝儿子学习进步了？嗯，不是，我想买双球鞋。买球鞋？行啊，多少钱啊？680。那行，等老爸回去给你买好不好？好。你妈忙着呢，你跟她说一声，我打过电话了哈。嗯。早点睡觉。爸爸再见。好嘞。
唐警官。啊，天这么冷，站这儿干啥呀？啊，我出来扔垃圾，走了。哎，嘴角怎么了？没事儿。三个村子的交界处，距离马兴镇大约20公里。附近除了农田，没有明显的村落建筑。这口机井距离最近的公路大约有2公里。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这口机井的主人在今年9月份秋收之前一直在使用该机井，且没有发现异常。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尸体应该是在近3个月才出现的。好，我们来看下一张。死者身高1米72，年龄在30岁左右，被发现时浑身赤裸，并且浑身上下多处有软组织挫伤，内脏遭受撞击性损伤，怀疑是车祸导致。另外，死者浑身上下多处有被腐蚀，头骨有被钝器撞击的痕迹，造成颞骨粉碎性骨折。值得注意的是啊，死者的面部和食指指纹被人恶意破坏了。所以现在我们无法确认受害人真实的身份，还有待提取 DNA 进行比对。死亡时间有结论吗？根据我们法医的检测报告来看，死者的肺部有少量的积水，这就怀疑死者是先被撞击，但是当时他并没有完全的死亡，直到被人扔进井底后，由于伤势过重，再加上肺部吸水，才导致了最后真正的死亡。陈，书记，我们小区这个井盖又叫人偷了，你们得管一管啊，这样太危险了，太危险。现场还有什么发现吗？经过我们救援队的抽干处理啊，我们在机井的底部发现了这几块砖头。这几块砖头的尺寸和被害人头部和四肢受伤的尺寸基本相符，所以这应该就是行为人用来破坏受害人身份特征的工具。啊，我来说一下啊，咱们是现在正在申请全国旅游示范市，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个恶性案件，影响非常不好。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啊，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不管多大的案子，多远的案子，都要做到应调尽调，要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要对得起我们头上的警徽。是是。我再补充一点啊，嫌疑人了解如何破坏被害人的身份信息，不排除他有犯罪前科。我们还要请求其他单位的援助。是是，同时我们还会继续征集目击证人。这么偏僻的一个机井，凶手都知道的话，这不排除是当地人或者是熟人作案。我们还会继续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来往情况。嗯，这个办法好，那大家就抓紧行动吧。啊，好，散会。局长啊，你看咱所这个条件，有机会的话，还是想改善一下。另外，局长你放心，这个局里的要求我们坚决贯彻就行。好，再见啊。好，再见，再见。好，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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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个事儿向您请示一下。说吧。我想参加重案组。是我知道这个案情有点复杂，我离开一线也太久了，但是我向你保证，再硬的骨头我也给他啃下来。老高啊，我就喜欢你这股子倔劲啊，配合好范所长、马队长的工作啊。好，好，来，就这样吧。来来，局长，好，再见啊，再见，再见啊。
王总，王总，那个谁让你跟局长提要求的？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这么大岁数了，说起来也是个老警察了。是，我知道我错了，但是你得理解我呀、啊。你说我学的是刑侦，我干的是刑侦，我这两年呢，我光管那偷牛的事儿，我也想发挥我的特长。范总，帮着争取争取呗。你还用我争取吗？你这眼里还有我这所长吗？那当然有了。哎呀，老高啊，1126这个机警案，不光在咱们镇，在市里那都是重案要案，市里边自有统一安排。话又说回来了，就现在，这个刑侦这个技术，咱们这么大岁数了，跟不上了。没有，这没有能跟上，真的。这两年市里面组织的学习班、培训班我都参加了，一节课都没落下。你看，村长，学习是回事儿，那实践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儿，是吧？行了，再说，不是，那考虑考虑呗。你怎么还敢打电话？钱花没了。你钱花没了，关我什么事儿？我问你，公安是不是把尸体发现了？啊？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不是，谭老板，你说话能不能长点心？这事能怨我吗？啊？你别废话，你就说，给不给钱？师傅，我什么时候是能像马队长这样啊？真威风！路要一步一步走，先干好你的辅警。师傅，难道我当一辈子辅警啊？你说我差啥？是不是就差个文凭？就差一个考牌。看着呢，当刑警容易吗？这马队这帮人啊，连轴转了多少天了？觉估计都没有睡一个。等这次案件破了啊，多请教请教马队长，问问他，2015年的案子他是怎么破的？2015年的案子，什么案子啊？滚，别让他看着呢。马队吗？你看，老高，哎呀，你们怎么在这儿？路过，啊，对对对，路过，这么巧的啊！这案件进行怎么样？啊，师哥，我正好想问你，这一带你比较熟，咱们这个案子你有什么建议？这案子发生这么长时间了，咱马兴一直也没收到失踪人员报告，是不是得扩大搜索范围了？你说的对。那什么，行吧，你们就接着路过路过啊。哎，马队，我等。有大牌。那个，我马兴的考牌还热乎着呢。哎，这么客气，辛苦。行，辛苦了，兄弟。谢谢了，师哥啊。好嘞。剩的酸不酸？他说不酸。结果呢，回到家一吃，我根本吃不了。这不，我来找他退，他不给退，还不认账。
啊，有你这样做生意的吗？我的身子怎么酸了？我一天卖了100多斤，没有一个人说酸，怎么到你这就酸了呢？你也是的，就是酸，到时候酸了呢？你到你这怎么酸了？怎么酸了？行了，大家都别为难了啊！算了，不算了，不算了，没事了。这片好好检查一下。好的。谁是老板呢？哟，你好，老板。进来，同志。这大冷天的，有事儿？不说不说不说。问一下啊，最近有没有收到下水道的井盖？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收废品的，哪敢收国家的公共设施啊？那报废的汽车或者摩托车的零部件什么的，有没有收到？没有没有。你们一直在周边收废品，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异常？没有。真没有？真没有。那行了，你忙吧啊，如果发现什么异常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好。慢走啊。哎。范总啊，范总，是不是有好事儿？嗯，童永进专案组了，料事如神呢，啊，真的！哎呀，谢谢所长。局里正式通知你，啊，从今天开始进专案组，好，代替唐建国同志。啥叫代替啊？老唐呢？老唐啊，因为劳累过度，昨天晚上突发脑溢血，住院。所以说，你身上这个担子就更重了。你不是总是说这个群众看警察，关键看办案吗？这回轮到你大显身手的时候，别掉链子啊！保证完成任务。去吧。是。马队，发现了新的线索。石井案案发现场2公里外有丢弃的衣物，我怀疑是死者本人的。老高，哎，马队来了。你怎么看？我觉着应该是机井案受害者的衣物。那边还有只鞋，来，小庄，啊，来，机井上气吧。师傅，这能看出什么来啊？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把尸体扔在咱们这儿的机井里？不是说出了车祸，怕负责任，所以把尸体扔了跑了呗？动动脑子！你见过开车把人撞了，把衣服扒了，还破了相，你见过吗？是啊。你这么一说是挺奇怪的，师傅，你怀疑这是？啊，我怀疑啊，这儿有他们的内应，有合伙人。可人都死了，罪犯都跑了呀。人死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接到失踪报告，没有寻人启事，这说明啊，这个死者身份很复杂，很有可能是流窜人员。
这个案件不一般啊，很有可能是窝案。师傅，你太厉害了，这么一点线索就能看出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我怕他们继续作案，所以眼睛放亮点，盯紧了。明白了。哦，对了，上交警队查一下最近的交警记录。好嘞。外边风声这么紧，你老给我打什么电话？你把剩下钱给我。我还给你钱？你干头的事要是办不好，你休想拿到一分钱。还行吧，还可以。以后多给我介绍活。好的，我给你提成。好，来，兄弟，别客气。好。小伙子，这脑门怎么了？干活碰的。野外啊，这都注意防火。好，好好。拿报告去了啊！报告来了，来。怎么说呢？和咱之前预测差不多，死者死亡时间在21天到25天这个时间内。经过大量排查，在河西村有一起关于债务的人口失踪案。河西村？来，就咱邻省的河西村。啊，行，赶紧送过去吧。啊，行。媳妇儿，我回来了。你今儿怎么回来了？太阳打西边出来。哎呀，这怎么能让我们家领导亲自干活呢？来，给我，我来，啊，给你买个礼物。说吧，有啥事儿？那个出趟远门。我就知道有事儿。去哪儿啊？河西。河西有案子吗？是啊，那个机警案有眉目了，我要去看看。喝口水。哎，几个人去啊？就我一个人。你一个人？嗯。哎呀，能不能不去啊？为啥？河西那么远，这次又是命案，再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哎呦，能出什么事儿啊？放心吧，媳妇儿啊，没事。担心你了。哎呀，行，我来吧。啊，笨手笨脚。没事。哎，坐着吧啊。没事，我去收拾东西。行。爸爸。嗯，怎么了，儿子？把这个带上。拿这干嘛呀？我妈妈说，宝贝该凉热带衣。看你妈多好，在家听妈妈话啊。对了，等破了案，第一时间给我个电话啊。放心吧，来。耶！奥利给！
快回，冷。大伙儿，我出趟远门，你记住了啊，盯紧了火车站、长途车站还有宾馆这些地方，咱们马兴多一个人少一个人，你都要了解清楚。好嘞。就在前面。婶子，婶子，婶子，在家吗？有人在家吗？婶子，您开开门，我是派出所小李，我们来了解一下张本地的情况。我妈，真以为是警察。我还以为是要债的呢，哎呀，你说这……哎，没事，是我们打扰您了，啊。哎呀，说啥呢？来，喝水啊。哎，好。我知道啊，你们是来找本地的。嗯。这孩子他从小啊就不正干，不是瞎胡混呀，就是给人家打架。老婶子，不用紧张啊，我们呢就是在派出所看到了张本立的失踪登记。所以过来找您了解了解情况，啊，有什么您就说什么就行。老婶子，跟我们说句实话，张本立到底去哪儿了？我还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去年下半年吧。他回家来一趟，就吃顿饭就走了，从那就再也没回来。打电话呢，也不通。哎呀，去年下半年啊，这具体的日期您还记着吗？去年，哎，十月份。十月份，他回来之后有没有跟您说什么呀？或者做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没什么特别的呀。他就说，哦，要和人家做买卖，马上就挣大钱。哦，和谁去的？您知道吗？就是我们村那个马宝山。老婶子，谢谢你啊，我们还需要提取您两根头发。有头发干啥呀？啊，我们做一下 DNA 检测，好帮您找到张本立。哦，行，哎，只要是能找回我们家本立啊，别说要头发，就是要我的头我都给你。哎呦，老婶子，不至于，不至于啊。高警官，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你怎么吃上煎饼了？哦，不去食堂吃了？你得注意身体啊！啊，没事，那先来资料。谢谢谢谢。通过对头发 DNA 检测，基本确定死者就是张本立。门关上。哎。
师傅，机井案是不是案中案啊？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死者张本利来自河西，半年前张本利和马宝山两个人乘坐火车来到咱们马兴，通过对酒店和房屋租赁信息的排查，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记录，这说明他们在马兴另有窝点，不排除有人给他们提供住处的可能。怪不得呀，我们之前一直在失踪人口做普查，没有一点线索。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寻找的是他的下落和有可能给他提供住处的人到底是谁。差不多了，怎么就不来呢？你慌什么玩意儿？稳住！我不紧张，我活的时候可紧张了。来了！上不着。那个，力哥，你看一下那个李光头不见了。力哥。我一定给你报仇的，对不住了，李哥。
这种广告贴到我们小区来，就是，太缺德了！缺德吗？这不是？混蛋！我去找他去。这混蛋吗？这不是？林刚涛，你也太缺德了！没见过做死人生意做得你这么招摇的。什么意思？你看看，你这死人广告都贴到老子墙上去了，还有那车味儿，那是小区业主的。广告，兄弟，广告赶快给我撤了！那棺材赶快给我消失了，要不然你给我到所里走一趟。走，哪条法律规定不能贴户外广告呢？《社会治安管理条例》，不得违反公序良俗。什么叫公序良俗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怎么不贴你们家去？我们家没死人呢，不像你们那儿贴了个广告就跟真死了人似的。你这说什么话呢？你怎么说话呢你？我是说你没听见啊？你听不见？你林亮干什么去？你想动手是吗？我告诉你，只要动手，你这个性质可就变了，跟我回所里了。松手！干什么？松手！你还想袭警？松手！你还敢袭警是吗？哎！干什么？警察打人了！松手！松手！警察打人了！李亮，我告诉你啊，大家都看着呢。他打人了，你别耍无赖！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你别耍无赖啊！警察打残疾人了！动手！事情能整成现在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哎，局长，您说，老范，哎，这个高权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怎么能出这种问题啊？哎，这事儿也怨我，您放心，我会处理好这件事儿。这件事情现在舆情非常的不好，一定要予以重视。是，我看，先停止他的行动。啊？局里都过问这件事了，所长，要不调监控？调什么监控啊？李光头那儿情况我还不了解，就是有也是个瞎子。你现在看看网上这点击量，这显然是有人推波助澜。可是我没动手打他，真的。这现在不是动手打没打的问题，现在是影响造出去了。所长，这个李杠头平常嚣张得很，我觉得我师傅做的没错，这种人啊就该收拾他。你坐。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啊，老高，得稳当的。你说你现在在这个1126大案上，你去招惹那李杠头干什么呀？是，虽然我借调到重案组了，但是碰着社会治安这种小事儿，我不能不管，是不是？谁说不管了？我是说，你管这种事儿得有智慧，得有方法去对待这种无赖，知道吗？像你现在这样，你看看现在整成什么局面，啊？那网上的转机量那么大，那没有的事都在网上能瞎编说出瞎话来。你的心情我明白，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哎，这做事儿啊，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是吧？得讲究个影响。那所长，现在怎么办？局里的意思是让你先停下来，你就先休息两天，然后看怎么办，再说。不是。师傅，
等等，我就不明白了，你还要忍多久啊？总之，现在就两条路：一，你来我这儿；二，咱们俩一起走。老李，那个顺子在县城开了家火锅店，嗯，缺人手呢，我过去帮忙几天。顺子，嗯，他不是去上海了吗？他回来了，前两天回来的。哦，那我走了。小伙子，这脑门怎么了？干活碰的。坤子，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走。放过我吧！我保证，你的后事我会一条龙服务到底，一分钱都不花。大哥，你听我说，你要不是我力大，瘸的就不是这条腿了。你们这对狗男女！大哥，放我了！大哥！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哪儿啊？最后一回是在厂子里。失踪几天了？都三天了，手机一直联系不上。行，急死人了。你在这签个字，回去等消息啊。等一下，范总，范总，什么事？你看一下。嗯，多少年都是零案发了，这怎么一发就俩呀？做完笔录再说。好，可以了，那你回去等消息吧。好，好吧。谢谢了啊，应该的。谢谢了。马队，谭熙元失踪了。谭熙元失踪，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问你借过钱？没有。那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携款潜逃？二位警官，稀客呀。一亮，你来的正好。这个人你认识吗？谭老板。他现在在哪儿你知道吗？不知道。我整天只跟死人打交道。那我问你，你曾经有没有和他有交易往来？没有。我听说他骗了不少钱，携款潜逃了。这种人，表面上看着人模人样的，其实满肚子花花肠子。行，谢谢您的配合。走。范总，我建议把老高叫回重案组。范总，一个月之前，谭新元来我们家借钱，之后就再没联系过了。借多少钱？五万。他说是有了钱第一时间就还我们，可到现在都没见人影。警察同志，是不是我那钱要打水漂了？据我了解啊，谭熙元前后欠别人有100多万。啊啊！哎，警察同志，那你得帮帮我，你看我开个蛋糕店，我一天赚不了几个钱呢。放心吧，大姐啊，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啊。一定得帮我，警察同志，快帮帮我！是吧？你可回来了，有什么新发现？现在所里啊有两个推论，要么就是谭熙元携款潜逃，要么就是被机警案的凶手杀害了。要有证据，要不然啊这些只是假设。但师傅，我听法医中心的同志说呀，昨天晚上县殡仪馆出了一点奇怪的事儿。奇怪的事儿？对。走，去殡仪馆。好。什么情况？说说吧。是这样的，我们呀都是按照火化通知单来安排工作的。那天啊，只有火化通知单，就没有家属出席。这种情况虽然说不多，但有那么几个。那天啊，火化完了以后，我在这确认单上签字的时候，我发现死者的信息栏里边写的身高是1米85，但实际火化的时候呢，我感觉身高也就1米6多吧。这不，我越想越害怕啊，我一开始以为是笔误，哎呀，到最后越想我越感觉到一身冷汗。哎，这么大差异，你就没想着报告吗？那江山同志，我就是一干活的，这可不是我的责任啊。师傅，谁又能接触到两具尸体和两张火化单呢？找李亮，快好。
电话已关机。胡县长，哟，这么大宝石，你就十几块钱，没事儿。我还怕赔不起呢，你谭老板。哎，高警官，范所，我是高全，迅速锁定殡葬店的李亮，外号李工头，他有重大作案嫌疑。重复，迅速锁定殡葬店的李亮，外号李工头，他有重大作案嫌疑。你要想清楚啊，知情不报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反正我没见过。师傅，局里刚回信，卫士锁定了李工头，一小时前往西郊方向去了。师傅，您的怀疑是对的。我们查了殡仪馆的监控和火化记录，李杠头确实推着尸体去过火化间，而且他那张火化单上的死者在两个月以前就已经火化了。Thank you.
楼林，楼林，你要干嘛？我已经宰了一个了，我再宰你们两个，我赚了。活死的，还有呼吸。那嫌疑犯跑不远，分头找吧。哎，分头找。相好的，我来个偷梁换柱，把他给烧了。你们不是恩爱吗？你跟他一起消失，别人都会以为你们携款潜逃了。你疯了！你放了我！你放了我！我的，全都是我的。靠着。
上班使了我，哎呀，谢谢护士啊。领导，还乐呢，都伤成这样啊。你看报纸知道的？饭所长给我打的电话。这老范不让他说的。我儿子呢？哎，爸爸！哎呦我的乖儿子哟，想死爸爸了。 爸爸疼吗？不疼，爸爸是谁啊？人民警察，铁打的汉子。来，站，站，好嘞！哈哈哈哈哈！好了，快切吧，切吧，切吧！哎呦我的妈！我说人民警察啊，你这回立了大功了，该给你调回市里了吧？嗯，组织会考虑的。你就光说不做。对对对对。哎，爸爸，咱们合个影吧。 为啥呀？我要给同学们看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过来，一起一起。我看看这是谁呀？哎呦，这小鲜肉，这穿着警服，怎么这么帅呢？老腊肉。嗯，反正都是肉。妈，你也过来，亲切点，快点，还得亲切点。来，再亲切点，再亲切点。啊，三，二，一，请。亲。 Thank you.